到汉堡竟然超热情的，那个吧，然后那个船员都这样。有啊，你跟他挥手，他一定会看得到啊。对啊，那韩国船员，韩国。对啊，超热情。没有下来，请你吃泡菜。有一艘船直接冲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纽西兰那边，小船吗？大船啊，跟他一样大的。高雄港很少开那么远的航线，他是那个纽澳，大部分开大陆啊，香港啊，上海啊，新加坡都是不行的。有时候偶尔会穿过那个啦，注意的。哎，怎么往这边靠？难道要停1112？9万8，以登岛船来讲它算大。哦，住在这里一定很吵的，后面跟着引擎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 CMACGN 是红色的？对啊，是旧涂装吧？那个是达菲啊。对，我没有看过达菲是红色的。啊 ，T 叉大陆的。更旧的涂装嘞，上面一个地球的，你有看过吗 ？Costco 啊，不知道。没有啊。